好啊，我是台长沈哲翰啊，咁咧就想同大家呼吁一下啦，今个星期日喺三藩市啦，就有一个嘅慰安妇纪念碑第二周年嘅庆祝会嘅，咁样，咁就系今个星期日嘅9月22号早上11点开始，咁就系喺呢一个三藩市嘅圣 Mary Park 嗰度 ，OK， 圣 Mary 公园就系近呢个唐人埠嘅咁样。咁呢个圣 Mary 公园咧就系好特别嘅，咁因为咧。佢係慶祝好多唔同嘅亞裔嘅人士，咁就除咗呢一個嘅慰安婦紀念碑以外咧，咁仲有呢一個嘅白蘭嘅紀念樹，咁而且咧亦都有呢一個嘅孫中山先生咧嘅紀念碑嘅咁樣，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就即管可以去聖 Mary 公園去參觀一下啦咁樣。咁今年呢一個活動咧嘅主題咧就係、是、國際性嘅團結咁樣 ，OK， 國際性嘅團結。咁我哋咧就會係有一啲嘅演講咧，就係、是、由演講者就由菲律賓過嚟啦，韓國又有啦，日本都有啦，同埋中國嘅咁樣。咁所以睇嚟咧就係、是、一啲好精彩嘅一啲嘅環節咧，就可以俾大家去享受啦。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啦，就係、是、今個星期日就係、是、9月22号早上11点開始嘅。OK， 到時見啦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